12月27日晚，陈坤通过微博回应被叫错名字，写到飞机落地各自开手机，我刚站起身，听到一段视频里有我的声音，略尴尬，对方一抬头呆了一下，忽然大笑起来，我也尴尬的笑了。生活之美在于巧合，当天陈坤出席活动引来许多路人围观，许多粉丝想抢看男神一眼，但陈坤一出场立刻就引起一片尖叫，大家狂吼好帅。未料这时突有个男粉丝喊出好帅啊杨坤，陈坤一听到有人把他喊成杨坤，立刻停下脚步回头纠正到陈坤，搭配他怒气满满的表情让在场所有人全笑翻，而且在旁边的粉丝都发出爽朗的笑声。网友被陈坤的幽默风趣逗乐，纷纷围观并留言调侃道，你一下飞机就在搜索今日份的彩虹屁是吗？快过50大寿的人了，为什么还那么可爱？哈哈，这是一条略微尴尬又不失幽默的微博。